换之后可以随意的变换它的大小。那也不用我们新人的相机的功能，也是一样，跟我们两指，然后开启相机，那这时候就会在那个盒子里面产生相机，那这时候轻轻点一下，那相机就会帮你拍照出来。那这时候我们记录了一些东西啊，也许我们想分享到社群网络上，也可以利用分享的功能，将它分享到其他社群网络，比如说微博啊。那这时候它就会将我们所编辑的页面，然后呈现出来。那我今天介绍就到此为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第52组，接下来第53组。